性有什么样？大神，对。这动作先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OK 吗？下看什么时候的时间呢？哦，好，来，起，好，再补一些画面。等下是刷在肌肉上面吗？还是它直接就会粘在肌上面？因为我们烧得很薄啊。我说它是要跟那个鸡腿下去卤吗？还是因为它鸡卤出来酱汁就变这样？哦，了解。所以是昨天，主要就是满满的那种黄姜的那种概念，是要冰糖融化成这样子。对。角这个比较没，等一下拍机会比较偏，因为我们这边是有混的，有那个鸡腿排跟鸡一起的。哦。今天觉得好像少一块那个小棒棒。对。等一下那锅拍起来会比较冒起来会比较漂亮。
加什么料的对了，大概嘛。牛腩跟牛腱其实都同一种肉，只是一份拿去做牛腩，一边拿去做牛腱，都是一样，都是成品，都是一样。所以拍久一点，低一点点。好齐，好转。就剪，好转。我眼睛发热。